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サイシェカギカン。特よ。カイ車に食い縫い。大家好，欢迎收看。干，真是很呆啊呢！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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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我下面写很呆啊！你把下挖洞给我跳是不是？我跟你讲，网友有很多正义魔人，阿不是讲买白啊，阿不是很呆啊！我不要。其实这个车哈，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原委好不好？先看到这一趴要泡再泡好不好？我们是不是说不卖了？那自己很呆啊，哇！我跟你讲，这台车其实是当年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卖出去了。好，那个时候我还相信。韩国车的时候那2017到现在2021中间我已经经历了两任的车主了，第一任车主开到2019，然后第二任车主2019接手到现在2021年。那他说哎，小四，这个我女朋友本来在这个桃机啊，桃机你知道桃园机场，哎，丢丢丢，3+11啊，啊、哦，在那边这个上下班通勤用的。那现在因为疫情嘛，我是说什么都推给疫情就好了啊，真的就是工作又被调回来台北总部了，所以就放了很久，坑高隆没电没换，好、哦、啊就小师，那你来帮我们把它处理掉，拖回来。我这个跟大家讲我直接讲明的，要不要？阿呆，我们这个不卖这个车，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车我是跟他讲，我说这个到时候回来，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那我们一样做公益，做爱心哦，做爱 心，好吧，那个标题要会打做爱心，很像。那这个我们就不算卖了嘛，好，因为这虽然我们不喜欢，但是呢，我们把它转换成助力，把它到时候大家整理一下，简单整理一下啊，一样让大家做一个代步车的使用。那其实很多观众朋友都很有爱啦啊，但是真的有一些啊，小师我有一台车想要做公益啊，什么车跑48万啊，我家没法多，好，那我们觉得至少。等一下我们去测试，但他还没通过哦。好，等一下我们出去绕一下，我试一下车况，再请小陈检查一下，开个菜单。好，以这个代步没问题为原则啊，小小有漏油干嘛，我们就先忽略了，不要太夸张啊。啊，塞个回修车那没塞嘛。好，我们就水路油路稍微检查一下 ,OK。那我们再看一下这台车了，2007年，这是 1.4 的，当初应该是95匹马力，它这个是有小改款的版本。2006年后期有一个小改款，比较旧款的，你会看到灯是比较方长方形。它当初有3门跟5门的，然后有1400跟1600的。它1600当时还有出一个 MOMO 版。什么叫 MOMO 版？里面是 MOMO 赛车椅。反正这个我们当初也是有涉猎的啦，然后看一下它的轮胎，18年的2018，所以我觉得应该还看胎纹还堪用，因为它后期真的疫情以后就很少再开了。好、哦、啊，当时这个三门，现在大家好像比较不喜欢三门车哦。我那个年代，我小时候三门车价钱比较好，现在三门价钱比较差，很奇怪。我们那时候觉得三门就是有接近这种跑车的感觉啊，比较流利嘛，因为少一条线，感觉就整个线条会比较漂亮，跟三门喜美 K 8一样。然后以前 Impreza 明明就4门，大家都要2B那种双门的 Impreza 有没有 ？GC 的时候，好、哦，如果你有这个旧型的 March， 我们上次小蓝报废那个啊，你如果有一台双门的，我跟你讲你。屌了，结果现在没人要了，因为大家觉得放东西不方便。现在年轻人对于这条线已经没有执着了啊！这到现在反正代步车嘛，哦，你们觉得好不好看就自己。我是觉得三门的是好看多了。好，后车厢看一下，好啊，就这样，那我们就出去看一下吧，出发走。阿呆啊，你看是不是真的没在开，都生菇了，生看一下生菇。真的生菇，这到时候美容要再做一下啊！不好意思，这个位置等一下就你坐了。好了，我帮你准备布了，好不好？有天窗，你看，帅，隔热纸也都贴过了。我跟你讲啦，这个我们卖4年之前大保养已经做过一次了。好，帮你擦干净了，上车走吧。我跑21万公里，冷气很冷哦。有冷哦。哦，很冷，好不好？冷气很冷，我们先帮你测试。引擎抖动有一点点，标准高一点的话，可能检查一下 N-Link 卡，好不好？看抬头呢。我跟你讲，旧科技就是方便。现在车没有办法随便让你装东装西，有点抖呀，好不好？这叫小陈检查一下哈。自动上锁，有没有？哦，发动机过干，有点，你看哦，有点锈。方向盘过坑洞会左右晃动，那大多发动机过干。不是哦，这也慢哦，慢几下，你知道？就是人家放枪打麻将，人家放枪，然后你不唬他，慢。听不懂对不对？慢就是会拉扯啦，过坑洞方向盘会有拉扯感，哦，转弯方向盘也会有拉扯感。不过啊，水温稍微起来以后，怠速就稳很多了。
没有刚刚那么抖。这就底盘啊，底盘一些小东西弄一下就好，其实也没有很大的声响。我来试一下cushion啊。哎，其实底盘没什么声音呢，避震器是舒服的呢。哦，这底盘 OK， 这底盘不用花什么钱。它后面的咯咯咯是什么？后车厢的东西的感觉。那到时候看，因为我觉得是后车厢的东西。哎，其实蛮好开的啊。哎，我不是在帮韩国车讲话哦，我是站在一个我们今天是需要一台代步车的人的立场帮大家评估这一台车。哦，针对这台车的车况，你如果要回去当代步车，我用这种标准来评估它。我们这样几乎每个月在做公益，不知道是做了多少亏心思要来补，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只是这个能力之余，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哎，可是我这次我可以指定了吧？因为我自己的车自己捐的。哦，你有想要捐的？当然啦、啊，我捐一定是捐这个那种流浪动物之类的啊。因为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伟大。哎，有些人讲话就很鸡巴哦，他说啊妈，人那么多需要帮助不捐，他捐一些狗啊猫，畜生众生小。我跟你讲，有时候人真的比动物还要畜生呢、啊。哦，也有可能包括留这种言的人，我们这样算不算有一点旁敲侧击、高级酸的感觉？我们没有知名，我们走在边缘了。哦，边缘。哎，我没针对任何人。哎，好了，我试完了啦，我们回去了啦。就这样、哦，好干单好不好？剩下的让小陈表演。我觉得这车可以啦，这符合公益车的标准，这很 OK 啊。这种不 OK， 引擎脚抖了点，这内装美容美一下，因为这前一手是女孩子啦，啊就啊对哈、哦，就我同学的女朋友啦。哦，我高中同学，同班哦，大安高中你在哪、啊？你考不上那一间呐、啊？哦，不是，我的学区不是、啊，你学区不在那是啊？当然考不上。哦，你的年纪。已经不是这样考了哦，你要考当地的哦。对啊，已经不是联考了、哦，我觉得联考比较好哎。你知道联考有那种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得名天下知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联考还不错。哎，这哦，这没有安全气囊嘞，代步车哦，大家小心开，这没有安全气囊。真的啦，这时候底盘稍微弄一下，而且底盘问题不大，因为避震器我觉得状况是好的，所以最多钱的避震器我们已经把它排除掉，所以就还 OK。然后我来试一下它的倒车显影。哎呦，哦有哎，有没有？有倒车影像，我帮你遮阳光，拍得到吗？好没有？倒车影像还 OK， 结束。再试鍵感，特よ。はい、車に食い抜い。巨哥，哎，今天换这一台啦。你有试过吗？有啊，有试过啊，有。这次冷气是冷的。好，确定冷气是冷的哦。确定。不要再弄我了。冷的啦，先试车吧。那我们一样的路线啊。哦，这台跑20几万哦。哎呦，优秀呢哦。你看一下你的方向盘，你看到回馈呢？你手摸一下啊。然后这不是我转的哦，你自己转。哦。有回馈哦。这有点像那个在家里打电动的方向盘。对。哦，这台这么抖、哦、，P 档就那么抖、哦。哎呦，后面的声音怎么那么大？哦，对啊，我们上次试的时候就觉得后面声音很大，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后面有放什么东西，就又忘记拿。对，又忘记先拿起来了。对，没关系，先试完再说。它连 N 档都在抖呢。引擎脚。对啊。这个有几只？这个应该三只而已吧。全换了。这种震度，这个里程数也差不多了。哦，这个后面声音太大了啦，咕咕咕咕咕，你有没有听到？很大很大声啊，都是后面的声音。要求都后面。你这个回馈，哎呦，这个刹车怎么那么，刹车距离这么远呢？所以等一下回去刹车要看一下。对，我这个，然后这个就麻烦了，抛泵补可能要换。可是这个刹车今天应该就开40公里试车就好了，这个刹车实在是有点让人不安心。不觉得偶尔开这种小小的车很不错吗？很不错啊，在台北市很舒服啊，可以到处钻。我这个声音太多了，我们要不要先找个地方看一下是不是后面有放东西啊？哎，好，没有问题，我们先下车观看一下。感觉也还好啊，没有东西哎。对啊，哼，怎么会没有？都先丢后座哦，会有轻轻锵锵的，剩下的都不会那么明显。好，这样应该可以了，再出发。前面都没有异音，现在我们就是试后面。怎么觉得好像蛮正常的？对啊，
好像后面也没有异音了哦。对啊，就过那个减速坡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应该就是那个千斤顶去撞那个轮框的声音，备胎的。我想说，怎么一出来声音就那么大？其实不要在意那个抖，其实这样就可以了。对啊，那这个抖不会到不舒服啊。对啊，这个就不舒服了。对不对？倒车，倒车就是最明显了。怎么好像没有一开始刚出来抖？热了就比较不会抖了。哦。但是你就是热了之后，你就试倒车最准。因为倒车不管冷热，其实它都是抖最大的。那我们等一下就忘记打倒车档，然后吹油门。好，就后面有了，有车吗？有，有一台瑞斯。哦，还好赔得起啊。所以大家还是看一下刹车跟避震器吧。都会看啊，全车都会巡一次啊。这一颗就是它的八号泵补，就这一颗，其他就顶起来看吧。好吧，我们先来检查一下，没有间隙。两边都没有间隙，发动机舵杆跟和尚头是好的，碟盘看起来不错啊。对啊，皮大概五成而已，刹车皮大概五成。我们来看切，哎，这个是怎么会这样子？这个看起来是后去轴油封有漏了，湿哒哒。对啊，整个都湿的，还是后去轴油封那边漏出来的。等一下把这一块板子拆起来看，哇，这么湿呢哦。对啊，很湿，超虚无啊。然后它的引擎脚就在这，这是一只吗？这是一只下面的，有吗？它就只有三只，然后这边有一只，这边一只，引擎脚就大概是这样，三只，这种三只的引擎脚。好，去后面看。然后这一颗轴承，你看有换过，没有？新的，你看那边的，那边的就没有。对啊，那但是我们刚刚开的时候都没有听到轴承的声音。哦，对啊，所以它轴承都是好。后面其实问题不大啊，没什么问题啊。好的，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前面啊。前面先拆盖子起来看好了，不像是它在漏哦，不像是，不是后驱轴哦，因为有漏这边会有痕迹，会有油积在这。这是里面是干的。对，所以这样看起来应该不是大漏，可是这样子也是要看一下上面，因为这个油漏得太奇怪。啊，我找到了，太棒了！那边从上面漏下去了，鸟盖。哦。然后，对，不然不可能这样子。这边是湿的。对啊，这边从鸟盖漏下去啊。你看，连这边螺丝这边都有，都是湿的。虽然它这一边是没有漏，有没有？这边是干，这边是干的，但是它这一块在漏。好，那基本上应该就是这样子，就是鸟盖橡皮跟引擎脚，先这样。刚调了一下之前的工单，历史记录，其实基本上都换完了，发电机皮带、发电机油芯。换了好几次，然后左右三脚架、离合器、避震器油喽，然后变速箱油、油泥、节气门都清过了，然后拉杆、和尚头、后仰角铁套、高压线、烤耳、油壶换过了，有没有？但是抛泵壶没有换，刹车、水管也都换了，水龟这些都换过了。好了，那基本上都换完了，就是把鸟盖漏油的地方清一清、洗一洗，然后引擎脚换掉。啊，刹车皮五成可以换。刹车皮五成，好，那刹车皮换掉，那就是做这些工作就可以了。我现在来赶快叫刹车皮，引擎脚右边、左边、下面，气门室垫片、刹车皮，那个方向机棒。对，我们今天的工作就是这样。你要先从哪个开始？我们要先做哪一个？最简单的。最简单的就是刹车皮。刹车皮，对，刹车皮最简单的。好，就这样。你说是前碟后鼓啊？是啊，它后面的要换吗？后面的我们到时候拆起来看。正常是鼓刹，基本上开到车坏都不太需要换。因为这个盘子其实还蛮漂亮的，有吗？对，还不错了。蛮滑的呢，那也还算厚啊。有啊，还算厚，没有吃下去啊。只是可能这个皮真的老了，那个刹车真的烂透了。刹车换完了，现在来搞别的。我们现在来检查后刹车皮，没有，这就是鼓式的刹车皮。往外推。
对，往外推。我们拉手刹车的时候呢，它是利用这一个，来这里，这边有没有手刹车？利用这边有一个钢索把它撑开，它脚踩的时候是利用这个分棒把它推开。那你看刹车皮基本上不太会磨损，你懂吗？因为鼓式的啊，基本上后刹比较占的比例比较小，然后它刹车力道其实也没有那么足啊。那我们等一下把这边清一清吧，可能你就知道粉尘多重。既然都拆起来了，那你可能要远一点哦。你看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很新，然后字都跑出来了。那这样后刹车皮就是 OK 的啊。正常后刹车皮这种像鼓式的啊，会需要换到的话啊，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刹车皮太薄，还有一个情形比较特别的，其实也比较常遇到，就是刹车皮脱离这个金属。因为刹车皮跟金属是用粘的，粘合的，那忘记放手刹车，行驶一定的距离之后会过热，过热之后呢，刹车皮呢就会脱离金属。所以鼓式的就是只有这两个情况下会有机会换到刹车皮，应该没有第三种。那我们把它装回去啊，换清另外一边啊。好吧，我们先来换最简单的这一只好了，好不好？这只是这只一只，对啊，这只最简单的，我们先换好了。这只最简单了，相对起来这只比较简单了。这个蛮快的，我就说这个最简单啊，真的是这个，像别出来，看这个高度，有没有？这个已经快贴到了，有没有？然后这个新的是距离还很远，所以就不会麻。而它旧了就整个沉下来，所以去接触到这个面铁片下去重，所以它就会传到车身。那你看我们新的距离是不是差很多？好，那把新的装上去吧。是换下来的，断掉了，什么断掉了？引擎角断了，这里有没有看到？有这个角度有了，这样就可以了。另外一边也快断了，有没有看到？有，这里也是啊。对啊，难怪，难怪这么的抖。我们来看新的，来新的，我们来看新的都好的，很完整，有没有？很完整，另外一边也很完整，而且你看啊，新的这边比较高，这个已经垂下去了。这样拍就很明显，看、这个已经到底了、有没有看到这个距离？这样比跟这样都蛮明显的。好，冲上去。上来感受一下啊，上车感受一下会不会麻、啊？然后我们现在排，我们现在 P 档，排 R 档，如何？是不是很爽？不错。N 档，其实都不错。然后排到 N 档，你要锁起来就可以了。就是 PRND 跑过两三次之后，让它位置都对正了嘛，对不对？对正之后就排 N 档，空档，空档是最没负担的。然后就起握下去锁，就这样。先来吸油，把油吸干。这是要吸什么什么油？吸方向机油啊，不然等一下一拆就整个泼到下面了。哦，下面是发电机耶，先找一个盒子来装油，不然下面是发电机很难清。怕等一拆就油都漏到那边去。没有，一定会漏啊，只是最好尽量不要漏到发电机，因为发电机没办法用清洁剂清，发电机用清洁剂清就坏了。来洗油壶了，哦，有得洗了，
哇塞，欢迎收看这一集的什么小师做公益。哎，上次说这台车很呆啊嘛，哦，多年前卖的，现在没有再卖很呆啊，所以这个整理完卖掉做公益，收一点本钱回来就好了。啊，阿呆你又夯不啷当又给我花了，哦，那洗碗机三千，哦，一万多块啊，哦，一万多块，还好，还好了，小小花，现在呆董觉得一万多算小小花了啦，哈，哦，小小花，我看一下引擎室好不好？这个我们处理了一些，哦，跟新的一样呢。有没有亮晶晶的？我跟你讲，我们小陈在做事情就是这样。那我们换的这个漏油的气门室盖垫片，引擎脚都新的。这个方向机的棒骨来令片，哦，高压线马瓦雕啊，哦，高压线好不好？这是整理好了，啊，美容也整理好了，啊，这个就是一个三门代步车。来，这台爱丽瓦姐，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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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刷一整排了，妈的，生气，好生气啊，哦！韩国车哟，我们这个卖韩国车做公益哟，好不好？所以这个。我们到时候这个车刊登在粉丝页卖，好不好？公益车，我们也不要再标了，好累哦。我们就给他开价个88,000，八万八，哦，88,000，然后这个四成之后，我们捐一半的所得啊，哦。其实这样我本钱也没拿回来呢，哦。对啊，好啦，算了，我们也要捐一点啊。对不对？消费者捐一些，我们捐一些啊，好不好？好，八万八，一句话，到时候我们把这个所得一半捐出去，就这么结案了，好不好？蛮好开的，啊，欢迎来试一下，啊，就是不用标了，直接来到现场买下去，捐出来，啊，你回去代步，好不好？哎，八万八也挺贵吧？八万八，不会吧？我很怕人家买太贵，八万八现在连摩托车都买不起，八万八连摩托车都买不到，对啊，你可以买到一台车，对啊，这个。韩狗车叫我卖八万八，我有点过意不去耶。哦，七万八，好办啊，七万八啦，好不好？因为怎样，你有便宜一万吗？我便宜五千而已，你知道吗？反正一半要捐出去嘛，这样子少捐五千。好啦，哎，欸，七万八啦，七万八啦，今天啊，我怕人家买太贵啦。好吧，那回去带带布啊。基本上我们该整理的、该处理的都处理好了。那这个影片播出之后，记得去粉丝页看我们的 FB 粉丝页上架时间，就是跟上片时间一致，好不好？啊，我要捐那个哦，救小猫的，好不好？好，结案。啊，这个记得多多分享我们的影片，订阅、留言、开启小铃铛。我们多做公益，帮助回馈社会大众，每个月都给他捐下去。买的人也做善心，我们卖的人也做善心，全车主也做善心，全国上下都做善心，好不好？只要有订阅的哦，你们这个。人生会充满福报，哦，还没上片就倒站的，把他倒洋一辈子，好不好？就这么决定了，好不好？没有订阅、留言、开启小铃铛，倒洋，拜拜。彩虹，哎，身为一道彩虹，也没有你照耀照的全天空，我爱你，没人认同。哎，像谁啊？动力火车，动力火车吧？哦，真的是动力火车哦，我记得是啊，动力火车吧？那嘿，啊。啊，我都慢出来了，可以了。再世界一巻，毒よ。はい、車に食い抜い。